那种。现在他刚刚也能看他都快了，好像就是这种，他已经不快了，已经很快了，感觉。对，这个速度还可以。这个速度还可以。速度跑了那么快，除了跑车速了，就不建议放开。就是附近，附近。嗯。你那还是跑车，这跑的快，抽。这个是不是不然吧，这是你带的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天成的快点吗？没事，那天成在大部分都很慢啊，这么长的，他倒是打过来也是填充啊，这不是刚打一条线。哎，这个速度可以。哇，他又不是打一条线的，打过来不都这样子，他不打线。你不让他看填充，他怎么弄？这个打不进去，那怎么？我看他们一样，他只是负面打，打大的。那大飞机只能打空的，空的，只能拿那么大。不能再快了，就是速度不能再快了。再快就变一辆跑不动了，已经变跑不动了，都超两三万了，两万才跑动。我还没牵住呢，没事。他静的肯定比这个硬。他就他，我知道，他就想让看速度呢。行，嗯，如果能再快点就这样快点。
四个分割了，没办法。你要河南那儿子大了，后面肯定大了，而且后面一大一块一大一块。一会儿从哪角给他拍？从哪角？那哪角不好拍？哪个？就从那个角打，从那个角。为啥不能？为啥从那个角不好打？那个角不是打吗？打着打着。这不是打这个角？这样我说一会儿就打着了。啊，那肯定。其实那目的他是想看看这一段中国的多快去的。对啊。其实这个里已经都包含了。他想空走了。那不是一开始不是空走了吗？哎呀，他要求啥就要求啥，只要打钱就行。那现在一块不锈钢。他占不锈钢有个屁用啊！咱有 logo 还有电话号码啥能贴上去吗？有哪儿吗？低调点行吗？行了，他都挂矿了，我先看速度。